望我们能利用这场秀，让南部能有更多的舞台给我们这些新锐的设计师，让他们发展。我们台湾有很多文化都是可以发展成时尚的，我们希望在地的台湾人也可以更多人加入这个时尚的产业，让身边都可以发掘到更多美的事物。现在染发的人越来越多，接受度也越来越广了，其实在明度和卷度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了。整个亚洲将要席卷的是清透彩以及薄冷雾的发型风潮。今天你在尤卡的发秀上会发现，这些颜色将全面的展现在所有的模特儿的头发上。今天很开心可以参与这样的活动，我觉得非常有意义。结合美发、服装、还有彩妆、还有工艺，很精彩的时装秀，然后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年轻的设计师。好久台湾没有这样子这么生动的一个 fashion show 了。那这次的活动呢，真的是融合了工艺，我觉得非常有意义。希望能帮助那些矮友们能够享受免费的租借假发，让他们重获自信。